猜不到啊。只要一合唱就像一个人，这个我觉得太过分了了。猜不到。只要一合唱就像一个人，这个我觉得太过分了。越疯狂越要做决定，因为现在到了我们现场100位猜评团成员进行投票的时刻了，拿出你们的投票器，投给你认为是许茹芸声音的那个号码，请投票。怎么选？给你们多一点思考的时间，再来回忆一下刚才的那个声音，云式唱腔。最有压力的是许茹芸本人，因为很有可能在第二轮就把我们的原唱歌神给淘汰掉了。3、2、1，投票结束。我已经没有耐心了。没事，静姐，你告诉我你选择的是2号。不是啊，刚才所有的猜评团都说好难啊，为什么你这么觉得？我要跟你们讲，我刚刚慌到投票的时候，我拿出手机要按，拿了个，结果我发觉这不是投票器。我跟各位讲，今天他最后一句话悬念，你不会知道，你不会知道，就是你不会知道我在哪里。他已经告诉我们，你不会知道。对，我太难了。像我觉得这，我觉得许茹芸算是录影到现在这么多期最难猜的。1、2、3有一个是许茹芸，但是2号最有可能。哎，我觉得2号唱的最稳定，比较稳。其他的几位歌手可能有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有点怕，对对，唱的有点肝颤的意思。黄国伦老师选2号，能不能改一下？哎，不行，你选几号？我选的2号。就是说，你今天其实也非常非常怀疑黄国老师的专业性，对不对？好，嘉欣姐，你的选择？我就选的2号。所以我们第一排有明星猜评团的成员出奇的一致。4个人同时都选2号。